各位听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2020年5月15日，礼拜五吼。今日来讲两个话题啦吼，全部讲啦。今日第一个话题就是讲吼，一寡电新闻吼，报纸的头条吼，尤其《苹果日报》啦，讲陈瑞仁吼放弃这个副总统的下任利益啦，讲那四年的话啊，要2000万的。到遐济，好啦，做2000万吼，因为还有其他啥办公费用嘛，办公费讲一年400万到1000外万啊，啊一年一个月搁18万吼，18万四年搁差50万，搁到100外万吼，2000外万有啦吼，但是迄间拢一样诶，无影啦吼，啊所以即若毋知人吼，我讲即摆一言堂报纸吼，未输拢。念咪大外宣，念咪大内宣，啊，那咪是拢伊个一言堂个，即个都无分哪里个报纸、媒体、电视啊，吼、哦！你看今日个民视个即个党书啊，田在廷点啊话到较怎呢？七个党书伊嘛占一个，了不起林立平看会个听无？啊，剩个都拢因伫编个啊，吼、哦！所以。我面试个我无啥爱插啦吼，因为我无独插啦。最主要咱是在做一个评论安尼尔吼。我咧讲个，田在廷、蔡通统都李登辉个人啊。啊，蔡通统会教田在廷，啊田在廷啥物人？所以内行个人才看有啦吼。啊，即当然因要去比即、這個，我嘛无度伊。啊，但是我咧讲个，即摆陈瑞仁啊，一四年到替民进党个政权做了什么好个代志？歹代可能无做啦，但好代嘛无真正做啊。尤其你著作权的啊，因民进党今仔日本来帮白个安尼吼，啊，即就是迄种国民党的班底啦。啊，纯粹就是其实嘛是王金平的班底啊，嘛是国民党的背派啊。因老爸以前嘛做过国民党的馆长啊，所以这也无意外啊。王金平甲蔡英文都共款国民党啊高层的吼、哦，所以因拢是国民党的家来输啦。但是问题，即个媒体吼，那个写讲好，放弃2000万利益啦，我讲这人比人气死人，啊，这就倒了就骗你还卖乖啦，因为哪讲，伊竟然讲我要去倒位就倒位啦，哦，啊，总言呢，啊，倒来个让一个位，互伊等于做高级研究员啦，啊，高级研究员初级就8万起跳啊，啊，若高级又要到50万呢，啊，哪伊副总统呢，啥人无就最高级的，一定是50万嘛。所以要选18万啊，50万，所以一寡戆人讲哦，哎，反正你做偌久尔啊，你也知做偌久，上无做四年嘛，甲副总统差不多嘛，要做偌久做偌久嘛，啊，总共做无偌久，一退嘛是越退啊，啊，越退嘛可能嘛要比较年前迄当阵啊，啊，公务员、副总统哦，啊，佫是18%，逐项拢减。那嘛是阁超过4亿嘛？啊，有人讲啊，一年400万呢，即个总统的随扈利益，啊，即摆要统较侪，最主要哪样？中央研究院吼，一年几百亿的预算啦，伊入去遐，凊彩敢无想申请一个？你看蔡文拄上台尔，因姐夫啊，因阿姐蔡英文的翁啊，刘景天啊，都甲管中民啊，听讲。就申请几亿万的这个研究预算啊，什么量子经济学对吧？迄个管中民的啊，啊所以迄个管中民都也未讲要做台大管校长时，就甲因姐夫踮遐咧斗空啊，安尼你就知因到底什么国的人啊，我看无诶嘛，我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毋只讲哦，卖人比人气死人啊，你讲。一个副总统放弃利益，结果你去领一个较悬的，啊，大家敢知？你若要去领一个公职，你还要上班，还是搁领公家的薪水是啊？你当然就袂使退休利益，一退都不能安尼嘛。何况你要过领什么副总统的利益，对吧？啊，你若讲副总统的利益，这钱比你高级研究员较悬，安尼你讲放弃，要稍微讲会过，所以这是一种袂见起来，这讲话都一个。天主教徒啊，天主教徒，圣经内底的箴言第3章，第7节了，
啊，二十七十，今年第三季有二十七十，你讲啊，你只要有做好代志的能力是啊，你都唔当提示，你都要紧的去对会当做的来行。结果你敢有？你嘛无啊！我咧讲啊，阿边个总统呢？伊搞咩利益？伊嘛是两千零三年甲你用做这个哦卫生署长啊！你敢有咧替阿边个新官过？你做副总统的人，敢袂用甲出门建议咧？特事啊的代志，无请你讲啊！所以你用做，你若有做，做袂到，因为特事毋是你的权力，安尼你也无会讲。你副总统是副手咧，你拢无做到，啊！你感觉是人啊？安尼毋是讲人啦吼、哦？你敢讲讲会过？你敢会符合上帝的话语？啊！你敢是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徒？毋是啊嘛？对吧？上帝讲，你会用做一日啊，即使行善啊，会用做你无做啊，无做就是予上帝纠缠的人啊。何况这是足对台湾足重要代志啊！而且那比较啊，两千零三年你是咧做卫生署长呢？当初SARS时啊，若无黄方念遮人较有才情的遮啊，卫福部啊是讲这。以前无，毋是卫生部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卫生署，迄当阵所有的卫，即个迄个医疗人员啊，若无去个帮助，你敢真正有法度，迄规划还完善的？啊，你来看比较啦，莫讲阿扁啊，阿扁个八年个总统做也好啊，下任无领到一角个利益，随去用建筑资金啊，刷咧咧，又搁去用。啊，安尼有啦，八厘亿啦，去六年外吼，家己去一平一点三八平的所在去享受啦。你甲看比较呢？我头阁讲啊，两千零三年的SARS时的黄方彦帮忙恁来抗议，今日得到啥？苏俄的利剑，以前才两千零六年。啊、哦！我迄工已经讲过啊，迄过程你拢去查，苏俄李健就是咧涉剧编造的嘛。啊，那编造袂晓讲去关注这个徐旭东的介入苏俄这个恶毒甲情况嘛。结果就跳江王者讲跳黄燕李健哦，啊，当然人伊是伊的家庭意思，啊，送一寡给伊去用尔。我咧就哇，讲安尼李健照迄个当初批评的是对的，你看。啊，最后两千零六年六月三十的判决都无起诉啊，无罪啊。啊，像黄安两千零八年爱为着这苏俄李健讲，好，伊贪污几亿万呢，安尼去予马英九的当场追杀。啊，咱嘛知影伊去予追杀咯，追杀甲呾，串门四年外，惨安尼嘛无法度放伊转啊，有枪有枪归不得啦。这什么款的？这什么政党？什么款的人性啊？啊，刷咧啊！我甲看，甲即阵以后就 YouTube 来讲这个，包括两岸三地啊，参中国遐嘛咧批评这黄安念啊，拢咧甲抹黑讲好。你看，摕阿扁啊贪污的四亿元呢，只啊咧享受啦。啊，你四亿元你真正看到？参共产党啊插一脚，你看，啊参国民党嘛插一脚，参民进党啊插一脚。阁无去放人转来，即也是人欺人气死人嘛！啊，你讲傅昆池啦，啊，咧二十几年前凯基华龙遮济个一寡炒股案、贪污案，结果着，安尼连面咧点么剥洋葱，无着点么注晒安尼注侪注侪，啊，即摆讲判两年十个月，毋知你判什么话过啦？啊，你判了后讲，法官讲不处得公钱啦。啊！你这法官唔真趣味咧，你敢知影？花莲甲一席的立委尔，如果若无立委的行使正常的这个执行权、立委的这个权益的时阵啊，花莲的地方的建设啊，讲个人民的权益，你安尼无代表性，敢会使吗？所以你法官竟然讲判两年十个月，拄好选连任选掉，啊，无你当初是啊，甲判八个月，随紧的，互伊假释，
阁无出着工钱几年，安尼谁有法度算？啊，即摆谁阁甲出无出着工钱？啊，你是咧甲咱台湾人装啥呢？啊，迄人比人气死人啊！迄单志忠啥物讲，甲族属、族系亲属讲死前安尼主谓证，啊，迄死前都无罪啊！啊，单志忠都爱判三个月，刷咧都爱出着工钱，市员相关票了，谁袂使做？啊，你看。这什么小小小法律啊？这什么小东厂啊？哦，种人比人气死人。啊，这我讲啊，这小拢爱算会串门真对嘛？因为你专门一种嘛，啊，你东厂嘛，你控制啦，这你镜头遐明显啊，哦，有实质影响力就串门啊，免阁辩解啦。啊，若阁支持这种笨手这款人哦，啊，恁也是笨手啦，哦，你简单啊讲嘛，阮知的人嘛，如果你唔知，我无得讲。啊！我甲你讲，你阁唔知憨嘛？哦，第二个话题啦，猜疑吼，吼、哦，你看，即个立个阁真够烟，吼、哦，我阁连任选调，我着叫提一个吼、哦，两岸条例吼、哦，啊，即个删除为国家未来统一，啊，即二甲删掉，我咧讲啊，啊，即二删掉，佮有啥物意义？好啦，啊，你要删掉喏，表示我猜疑是独派。结果你看，伊是讲哦，哎，国民党以前哪甲伊动，我着假无伊个讲啊，啊，有人动啊，进入协商啊，人国民党即摆巧啊，嘛唔想巧啦，所以讲有当时要甲演，也无甲演，伊拢在意啊，即摆我唔免演伊啊啦，哦，我看恁个笑话啦，恁个鬼，哦，我唔爱动，结果吼、哦，哎，走那咧飞咧惊着啊，蔡伊讲紧急撤案啦，啊，遐个人呢？啊，包括陈廷辉嘞，包括于天嘞，包括恁遮尤其坤的人嘞，渐渐拢现出原形啊啦！啊，其实讲啊，迄个嘛是基础啦。我想，伊嘛是身不由己啦，吼、哦，我也袂甲见怪啦。但最主要是啥？武则天嘛，迄、那个人都买互台湾甲中国统一啦嘛，还看无，唔知要偌久啦，看着办啦，到时前才革命啦，啊！一言堂嘛，即摆阁做东主席了嘛，啊，哦，讲即个已经修过法了，哦，啊，总统现任总统当然当主席就靠腰，人阿变啊总统搞安尼，啊变啊总统是恁遮咧立委要变三万，我安尼我若无来兼着主席，真正就叫法恁袂行，啊你即摆他就兼主席，即摆十二年外来拢伊咧做东主席啦，民进党等于出门一人党啊啦，叫看无。现在这民进党什么国会什么党部拢是奴才，拢是伊的奴才嘛，遮明显嘛。所以民进党唔好阁骗啦，唔好阁啊，最主要是台湾人唔好阁骗啦，阁骗就无意义啊啦，啊，拉台咩？一个讲国家统一尔，吼、哦，要甲删除尔，袂得啊，啊，你阁看无？太济咧啦，哈、啊！啊，人美国要互恁讲，啊，你用台湾去申请入面嘛好。结果吴钊燮讲，家己讲，无啦，美国无安尼讲啦。啊，人美国来讲，恁家己无咧主动，啊，我是要安怎甲恁讲？你爱用台湾做名，所以都现出原形了嘛。接到哪台面？那看无，我就白讲。好啦，晚安啦，安尼就好啦。